欧本，猴子拿着账本在查咱的账，把您养的几个女秘书全都给抓起来了。唐三角在哪？赶紧给唐三角去个电话。灵山茶摊府，唐三角畏罪潜逃了，咱们路过灵山的货全给扣了。妈蛋，这要查出点事来，咱们可就都歇菜了。车上还有你们订的那批充气洗衣服呢。老板，嗯，唐三角知道的太多了，咱得想法子弄死他。以前他得势的时候，连王母娘娘他都惦记，这次咱们新账旧账一块儿算，打枪的不要，偷偷的干活。好。